進入別人個社會世界是完全不同的。所以我都避開入離開日本啦。壽司龍唔使排隊，唔使啊呢度。Fishball， 國際巨星，而家嚟到橫濱，我就約咗咧一位喺日本生活嘅香港嘅朋友，都第一次見面，有少少緊張。可以見到30分鐘嘅時間。どうも。フィッシュボール、はじめまして、はじめまして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じゃあちょっとあっちの方行きますか。はい、行こうか。いや関東語喋る。関東語、日本語どうですか。俺は普通だよ。普通。自分で勉強だ。自分で勉強してる。はい、ああ、すごいね。もう横浜来て何年ですか。今1年半。1年半。何人ぼ。大家好，你好，我是歐陽耀聰，是香港的足球員。而家喺橫濱呢隊 YFCC 踢緊波，是一名足球員嚟嘅。你好。すごいよね。而且你是香港第一個選位。J League 的選手，香港的選手，咧，橫濱是點樣的地方？你中唔中意咧？都中意嘅，靜啲咯。如果跟東京比就靜啲啊，東京會熱鬧啲啊。有啲咩好味好食嘅嘢，想同香港觀眾推介一下？拉麵咯，拉麵。橫濱又橫濱，橫濱拉麵好似有聽過嘅。こっち行きましょうか。はい、右邊。橫濱拉麵，我聽過呢個名字，但係唔知道係佢有咩特色嘅。佢都係豬骨湯嗰啲湯底啦。湯骨嚟㗎。湯骨嚟。啊，我以為嗰度有個中華街。都有有有，但係好油啊。豉油湯底添。豉油湯底都有，但係我少食嘅嗰個。好㗎。即系咁样一路行一路拍噶，系啊，一路行一路拍尴尬，系。いや今次我哋咧，之前冇见过咧，冇。すいませんね、ありがとう、どうぞ。大丈夫大丈夫。特登ね、忙しいのに。全然。好忙。都得抽時間。我咧今朝咧，今日咧差啲遲到啊，差啲遲到。系啊，因為我係香港生活耐咗，我慣咗遲到。先生，唔係講笑講笑。咁你有冇咧？有冇喺訓練嘅時候有冇遲到啊？冇試過。哦，佢遲到一定係罰㗎啦。罰咩？罰錢咯。罰錢。同埋罰金咯，罰金同埋。罰金就同埋好多，即係個印象唔會對你唔好咯。所以我每一次都會早成半個鐘至一個鐘去到球場準備咁嗰度。係比較慘啲咯，一開頭真係，因為嚟到真係乜都唔識，練波嗰時個教練講咩我唔識聽，即係佢叫我做咩動作我都唔知，跟住之後一開頭我做錯，咁個教練咪話，你點解唔識聽日文呀？點解唔我啱啱嚟緊係唔識啦，係咪先？跟住我咪去學咯。點解？どうして？其實我因為日本是我自細個夢想啊，真係因為我細個你都知道，即係我唔知道你幾大啦，即係我個年代細個係實槍啊，Game Boy 啊，全部開始啲日本遊戲出嚟啦，就玩 Win 領啊、玉城啊，所以我都係玩呢啲大嘅，所以我好細個小學開始我個夢想就係我要去日本踢波，跟住之後到我細個踢波開始同周圍同同啲人講喂。我一定要去邊去綠島綠江，去川崎讀埋嗰陣時嗰啲名，我要去嗰度踢。跟住嗰陣時啲人都唔信嘅，即係好難啦，冇可能啦。因為香港個文化你都知係比較少人出外踢波。係啊，所以就跟住到一直去堅持住自己，跟住到本來都諗都冇乜點諗過，因為日本真係好難。因為日本我哋香港人嚟呢度要做外援啦。
所以基本上是非常之困難。係係啊，到最後我翻嚟香港踢之前，喺中國翻嚟，跟住突然間有個機會話我去日本呢度有個 trial 試腳，咁我覺得踢完，咦，我覺得我自己應付到喎。嗯，跟住嗰時又咁啱有啲人揾啦，開始，跟住就開始嘗試去踏出呢一步。嗯，所以最後撞下撞下，竟然撞到過嚟咁。嗯，所以すごい。即係好多出邊嘅人話會話係冇可能啊！真係好難，我自己留翻喺度咁樣。但係你真係實現咗，真係實現咗第一步，係成為咗何だろうな，係進入日本 J 啲香港選手嘅先河，係咁樣啊！哦，すごいわ。哦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人生難しいね。人生難しい。結構難しいね。哦。因為我覺得你個人咧，好似成日都面帶笑容喎，你好似好樂觀咁樣。但係你遇到困難嘅時候，你點樣克服咧？其實你本身係咪好係啊？係啊。如果我唔樂觀，我都可能好難去做到呢件事，因為即係可能你都知日本嘅文化啦。即係我開頭唔識嘅，咁而家我開始終於明點解日本人點解咁大壓力咯會。因為他哋入邊有啲文化係唔同我哋香港人嚟去旅行嘅，因為你去旅行梗係開心啦，你去使錢，人哋會對你好好，即係面帶笑容。但係你要進入人哋個社會世界係完全唔同嘅，係。所以我都離開日本啦。係啊，所以你真係好犀利喎。但係我覺得又值得嘅，因為呢個是我夢想，同埋而家日本的水平真的很高。我唯有接受咯，佢對我做啲咩，我唯有去接受咯。係啊，即係咁冇機會，我咪繼續去爭取咯。咁平時喺屋企係自己煮嘅。日本比較少，因為出街好吃咯。出街又平。係啊，平即係平過香港好多。哦。咁又唔使排隊好多嘢，即係香港你知可能食壽司啦嗰啲都要排好耐，呢度一入去就係啦。咁又平咁咯，所以咪係啊，多數壽司都唔使排隊。唔使啊，呢度。咁離開咗香港，你嘅屋企人啊，或者旅遊啊，你點樣睇你嘅呢個選擇？冇啊！佢哋即係好開心，佢哋都一直好支持我咯。係啊，咁同埋我女朋友都一直好支持我。因為我臨嚟日本之前咧，我係冇諗過嚟到嘅。咁當時我係自己開咗間delivery 嘅公司啦。即係做海鮮速遞啊，係。跟住之後大概開咗三個月到，突然間話有機會，因為我唔知幾時開關啊！嗰陣時封咗好耐，跟住突然間話咦～我呢度有人幫我做簽證，我過到嚟，跟住我就係啦，就同我女朋友講，我走啦。好突然啊！係好突然，好突然之間要做遠距離戀愛。係啊，同埋我做緊間公司啊嘛，即係佢要幫我走啦之後。哦。咁哇，跟住之後所以都好多謝佢啦。好多。大丈夫，你哋之間嘅關係。都要都要。而有冇啲橫濱嘅好得意？可能而家好多香港人過嚟香港，係日本玩啊。係。譬如橫濱，你推介嘅景點。橫濱喺即係Miyato Mila夜景好靚，有時我都去冇嘢做，會得閒坐下。夏天嚟咪去 Enoshima 嗰邊啦。Enoshima 我冇去過啊。今年去過一次。Enoshima 嘅 feel 係咪同長洲啊嗰啲香港嘅離島比起有啲咩唔同嘅？咁始終去日本個 feel 唔同嘅，因為去日本有即係譬如去沙灘，佢側邊已經成排啲餐廳，好似。因為而家香港唔俾呢啲噶嘛，所以佢有翻啲香港以前嘅 feel 咁咯，有可能有啲街邊檔啊，好多嘢食咁樣，可能吉全魚蛋啊，但係日本就係可能吉個小丸子食啊咁樣，所以我幾中意嗰度係，可能係卡拉基咯，卡拉基，因為之前我真係。識呢樣嘢哦，哇！所以日本嘅卡拉嘅好好好食，間間都唔同，間間都唔同。有，而家咪喺日本呢度自己同朋友開個合作一間公司啊，即係足球公司啊，有經理人啊，
有留學啊嚟集訓啊，安排集訓啊，所以就希望可以帶更多俾香港嘅球員啊，年輕球員可以有更多機會出外嘅機會咯。嗯，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我之後想行嘅路，即係我想做到一啲嘢，即係我自己見識過，咁我唔想嘥咗佢，我想俾更多機會俾更多香港嘅球員。我真係好多謝，即係一直以嚟，就算而家我冇機會出場，都支持我嘅嘅人嘅球迷啦，真係好多謝佢哋。嗯，因為呢邊即係我雖然冇機會㗎。呢一刻，但我自己都好開心，因為個水平真係好高，我自己好樂在其中，我開心可以成為到呢個最理解嘅，即係比較老土啲啦，即係獅子山精神，你識唔識啊？哦，識，都一直唔會放棄啦，因為即係我覺得呢個 point 好緊要，即係我想即係想做嘅嘢，我就一定要做到，唔會咁容易放棄，就算側邊啲人點講都好，咁。即係我唔係強迫人哋嚟要我噶嘛呢隊波，咁人哋都係睇咗我踢先要我，咁出唔出場我控制唔到，咁即係就算可能呢一度真係冇機會，我都會揾第二度，即係我唔會就咁放棄，係啊，想話俾香港同埋日本嘅球迷聽，香港人係唔會咁容易放棄嘅。係。Yeah,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応援してます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応援します。はい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国際凱旋。国際凱旋。保養礼。やってん大丈夫です。はい。フィッシュボール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美味しい唐揚げのお店ってどこかありますか？横浜。よく俺はガスト。我試下試下，我冇乜留意過係嗰度嘅炸雞，亦都話咧。我以為你會講某一啲小店嘅邊間嘅嗰啲炸雞係好好味，竟然係多，因為多嘛，近啊嘛，近係啊，所以我周圍都食到。我想，我試下試下先。係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係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お時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忙しいところ。です。またね。気をつけてね。頑張って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香港人。はい、バイバイ。バイバイ。バイバイ。